有一种树，它立定沙海，深根于戈壁滩，犹如一个倔强的灵魂，不管风云变幻，不计时间流逝，在那比远方更远的地方，默默地守望着明天。今天云公子为您来读阿紫的《生如胡杨》。朋友，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，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，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，赤裸着我们的双臂，赤裸着我们的胸膛，一起去大漠，去跪拜千年不死、千年不倒、千年不朽的胡杨。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，你听那风沙呼啸，肆虐驰强。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，一座永恒的雕像，独自承接荒漠的风剑刀霜，用无悔的守望，执着的生长，生命的渴望。他努力地深扎根系，努力地繁衍梦想，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，仰天高歌，与自然，与生死较量，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，昭示着生命的律动，生命的坚强，和生命的歌唱。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，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，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，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。那你就来大漠，来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，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，你会瞬间悟出，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，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，尽显精彩和辉煌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，都要活得凛然豪放。也许有一天，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，一抹斜阳，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，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、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。朋友，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，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，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，赤裸着我们的双臂，赤裸着我们的胸膛，一起去大漠，去跪拜千年不死、千年不倒、千年不朽的胡杨。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，对抗风霜，对抗雨雪，对抗生的迷茫，对抗死的恐慌。做人，生如胡杨，千年不死；死如胡杨，千年不倒；倒如胡杨，千年不朽。
胡杨以他生而一千年不死，死而一千年不倒，倒而一千年不朽的英雄气概，挑战着命运，挑战着自然，也挑战着时间。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，是一种高昂的生命姿态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如胡杨。